的真心，慢慢找回了平静，也不许你一句对不起。你开始念旧反省，读懂了一些关于最大的可惜，你在懵懂时靠近，而我在该爱时被放弃。怎么会等不到你最真的关心？你会走而我已经放下了期许，难道是我没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还是你奢望的超出我的能力？怎么会击溃我最勇敢的决心？所有的难过都因为太过憧憬，不想遇见那些失望的曾经。而你有没有心疼我过去那些伤心？